呢部跳出最快中檔咧，馬紅色四零大亨咧，咁啊開邊咧綠色冇個不利都快啊，保護精彩中間夾住黃色冇佳運金啦，第四位裏邊落欄咧就係、是、白色冇個天榮要上翻嚟嘅，尾位置黑色冇個不利盛通寶馬，起步慢咗少少咧就係嗰只粉藍寶嘅豪勝進爵啊，喺殿後位置距離放同埋都成六七個馬開我嘅，好啦，轉嘅呢個七百米大彎啊，成堆馬喺前面搶噶。咁啊，中間咧見到係黃色冇嘅嗰筆佳運金咯，開面冚上嚟盛通寶馬啦。咁啊睇三碟嗰把綠色冇嗰筆寶湖精彩啊，蝕翻上嚟當第一位咧。咁啊黐欄嗰筆咧就係盛嗰筆咧就天榮業嚟嘅，反而褪到落尾二位置紅色冇聖靈大亨，遠遠巴味粉藍嗰個豪勝進爵。好啦，兜到嚟最後直路仲有三百米路程走中檔，仲係先唔先啊？天榮業或者稍稍後邊啲馬嘅上第二位裏邊落當四零大亨咧，中間撳翻住先黃色冇佳運金啦，擁近咗咧就係盛通寶馬，但係都追唔多㗎。包曬尾咧就係豪勝進爵，仲有五十米路程啊，仲係佔先天榮耀，天榮耀人第一組試集嘅，跑第二名就係聖靈大亨，第三名個終點見到佳運金，第四名就係盛通寶馬。